瞧瞧这超杀的眼神，因为他现在已经环游到澳洲去打卡啦。台湾微软今天举办活动，开放 Xbox 专属赛车游戏《极限竞速：地平线三》抢先试玩，还没正式开放，看看围观的人潮就知道台湾人有多爱打卡了。在澳洲实际取景，横跨峡谷、沙漠、热带雨林，听说制作团队之前还在取景时被蛇咬呢，实际感受看看画面如何。咦，这不是昆达吗？作为死忠粉丝，被吸引到了现场，跟女赛车手安小乔来跟电脑竞速一下。这次的车款也从上一代的200台新增到350台，越野车到房车都有，还有这台不容错过的林宝坚尼呢。今天现场同步贩售，而普通中文版则在27号推出。而 PS4 跑车浪漫旅最新作本来在今年11月就要发布，却延到了明年，让粉丝过过瘾吧。这是首款有 FIA 认证的赛车游戏，如果你在比赛中赢得了冠军，代表你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赛车手。但车款只有140台，虽然地图尚未公布，基本上会以世界上有的赛车跑道为主，实际上车看看。我的天哪，真是太写实了！爱尬车的朋友是不是很期待呢？动新闻记者已经晕车了，报道。